Thank you.
他讲过呀，我要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事，无同款的强项，真正上面强伙伴，当天凝聚力，当智慧，然后放下彼此的一些成见，然后一起成就一件事情。你们这个去不是学生，然后就讲话讲起安尼的巡回，就是我去做一间学校，来学校的舞台就大，真大吼，我大家使出浑身解数，你看安尼表演吼，才能够让所有小朋友看得到。啊，我的舞台就是这吼，我是都爱跟擦身吼，都爱安尼内卡位吼，带到我们安尼巡回吼，所以做侪的调整，甲做侪的种无同款的题目，伫遐中间，啊，佮有我的人数，有的学校足多，两三百人嘛有吼，啊，两百几人嘛有。私立学校吼，我念一个班级都五十个囡仔吼，啊，
Thank you.